陈晓东呢一位烹饪节目录影，出年将会喺红馆开演唱会嘅东东，而家筹备得如何啊？虽然忙，但系都系好嘅。而家就筹备紧，可以快啲预售出嚟，同埋快啲定好个嗰、那个记者会嘅时间，然后我哋就正式可以即系叫杀入直路啦，即系有多啲嘅 promotion 啦，希望可以全部推晒出嚟。东东都可以考虑俾两个女女一齐上台合唱、哦。合唱啊？看看到时候反应吧，其实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嗯，他们现在表演欲很厉害，因为有上音乐课，也有上跳舞课，也有在上这个 drama， 所以他们现在在北京，他的回头率特别高，都被星探挖掘，可是我都还在拒绝。嗯。我觉得小朋友他先上好自己的班，让他在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成长先学习啊。我还希望他保留一点应该有的一种小孩子这种纯真呢、啊、我认为是很宝贵的、另外旧爱张柏芝日前就宣布生了第三胎，东东又有没有恭喜下对方咁呢？你个个都问我哋，系啊，佢冇话俾我听，系咪认咗噶？你认咗啦嘛？恭喜晒喎！恭喜晒！